加油哦，队员们，加油！第一题，中国高铁上没有下列哪一个座位序号？第一题就触及我的知识盲区，知识盲区。好，只有五秒。知识盲区 C C， 不会选 C， 不会选 C。回答，正确，正确。第二题，被誉为世界最高桥的大桥是？三个不同长短选中间，不同长短选中间。回答，正确，正确。好，请准确作答，到底是哪个选项啊？来，这位选手，第三题。第三题，下列人体肌肉中最灵活的是？舌头 C。回答，正确。好，下一题。我国男性法定结婚年，这个我也知道，22岁。我现在结不了婚。正确。哎，这都是我的知识范围之内的，特别好。懂挺多呀。好，下一题。世界上最大的电力项目是？三峡电站。回答，错误，错误。好，第二位，海涛。